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哎，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？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旅行。然后现在我要说重点，重点就是说我这一次的旅行的住宿完全是免费的。我再说一次哦，住宿完全是免费的，这个是真的。如果大家有收看我的视频里，其中一个视频是我出席有关 A 佛摩萨所主办的这个三大乱，也就是说在去年12月的2019年，我参加了他们的这个三大乱一跑，然后很庆幸的在那么多参赛者当中，我被他们抽取，赢取了他们的这个大奖，也就是说2天1夜。免费住宿，这个4间套房加个人泳池的别墅，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礼券。然后我已经跟他们 confirm 了，这个是他们的心。OK，也就是说，等一下我会去check in 登入，然后我会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他们的房间、他们的设备跟他们的环境，所以我们待会见，See you。现在已经到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 check in 一下，打扫时。这个。现在已经 check in 了。锁匙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去房间。
现在我们要收拾东西，然后等一下晚餐时间我们再聊，拜拜。天气不作美啊，游泳游到一半下大雨啊，你们看很大风大雨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了，我才带你去看或者介绍我们会去吃什么东西咯，待会见。现在已经吃饱了，我会在这边附近逛逛一下，逛完了过后我们就会回我们的别墅休息啦。所以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可以记得按赞分享订阅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